如果有一些同学要把它执行起来，那要做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一样就是说呢，先把这个环境执行起来。第二个的话呢，请你在桌面上面建立一个什么，桌面上建立按右键，先建立一个什么106，你就新增一个资料夹。那我们会需要一个资料夹106，这一题106，然后你把练习档里面的106的东西放进去，106里面有哪一些，这三个东西拖拉进来，或者按 Ctrl 键复制也可以啦，复制贴上也可以，那你会发现这里面有这三个东西，把它丢进来。 OK， 好， 106。 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网站，新增一个网站，名称叫什么？106嘛。网站的位置在哪里？浏览一下，在桌面上的刚刚的106，好，把它打开来，按一个选取，再按什么呢？确定，按储存。那你会发现呢，在我们的右下角就会出现有这个 image， 就是我们要的图档，然后里面的 data 你可以打开来看，就是这些文字。再来 default.htm， default.htm 就是我们的网页空白档， OK， 里面只有标题文字还有底下这些东西。那待会的话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然后再来就是讲说如何从第一个设计项目有没有开启这一个，然后做这些事情，一直到第八，所以逐一的把它完成。OK， 来，第一个题目是要叫我们开启这个档案，其实就是首页了，然后呢做什么页面属性，特别是页面属性的什么外观 CSS， 就是页面属性是一个按钮，按下去有个外观 CSS。还有标题编码，那里面有做哪些是 A 到 F， 里面的话有这些事情。那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，上 A 到 D 是一个部分，然后呢 E 到 F 其实是那个标题跟编码，那我们分别把这些完成。首先的话呢，第一个就是先把这个档案先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那我们做什么呢？页面属性，请各位看一下下方的这个页面属性按钮，把它按下去，按下去之后的话有外观 CSS 跟标题编码方式。那我们第一个就是那个外观 CSS 字的大小 12， 然后它要 PT， 所以这边的话把它改成 PT。 第二的话呢，颜色的字的部分呢，它要我们做出那个颜色，这个颜色是仅 00F， 实际上就蓝色的，然后在背景图跟上边界为0，所以这边一个一个来做。那文字的颜色的话呢，你就是直接点选它，找到蓝色的，其实就是的，或者你自己把这个打上那个什么仅 00FF， OK。 然后背景的颜色不改，背景的影像浏览一下，找到 Images 里面，因为图档都在 Image， 就是在 BG 这个点 GIF 这个 Background， 这个按确定，然后再来就是上边界输入0就可以了，所以分别有四个动作了，1、2、3四个动作。然后再来就是什么编码，有没有，就是它要我们加上什么标题了，所以点击这个标题，标题名称的话呢就是什么绿岛观光景点，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它要我们打上什么绿岛旅游资讯，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把这几个字把它打上去，绿岛 OK， 我一直想要去，你一直没有机会，很想去，有去过举一下手， OK， 好，一个而已，好，放下，所以绿岛其实 好地方，因为小小的岛听说还蛮漂亮的。然后呢那个编码方式的话呢，我们用的是什么题目，要我们是用 Big File，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用 Big File， OK。 不过这个地方因为这个题目可能时间稍微比较早一点点，现在几乎不太会用这个编码方式了。现在基本上如果新的网页大部分都会用这个 UTF8， 用这个 UTF8、不过题目要我们做这个我们就做这个好了，就是 Big File， OK， 套用，或者是按确定也可以的，不要警告，按套用上去。那你会发现基本上套用你可以看一下大概的效果，大概就是怎么样，因为这上面没有字，所以文字的大小跟颜色没办法出现，但是背景会放上去了。
那另外边界呢，你会发现呢，本来边界它上面有一个间距，不过呢，因为我把它改成零，所以哈，你会发现它会这个网页非常贴上面 ，OK 哈。然后标题因为没有浏览了，所以现在看不到。那如果说呢，你们可以在那个浏览一下。那浏览的话呢，你可以从那个这边有一个有点像地球了，你可以在 Chrome 或者是 IE 里面浏览。比如说我在 IE 里面浏览，那你会发现把它储存哈。那跳出来的话呢，基本上哈，这个地方呢，它就会出现我们刚刚做的。不过哈，那个标题在哪边显示呢？各位有没有发现呢？那个标题会在这边显示，刚刚打的标题 ，OK 哈。那文字部分呢，显示出来应该也没问题，它 Big File。不过我印象中好像如果用 Big File 在 Chrome 里面浏览的话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好像也没问题。所以基本上哦，用 Big File 嘛，它会自动去对应。但是如果也许有可能哦，会出现乱码，比如说其他国家的那个，假设你当然不是在台湾这边，应该基本上是 Big File 嘛。可是如果别的，比如说你在大陆啦或者其他地方哦，可能没有这个 Big File 嘛，那会出现乱码。这个当然。所以比较好的策略啦，你如果要全世界大部分都 UTF-8 会比较 OK 一点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项目，就是说那个设计这个开启这个叫页面属性的设定。第二的话呢，在第一个段落文字，就是这个段落 Enter 一下，然后呢放这个 map.gif 图档，替代文字的话呢是欢迎光临，那并且在这个图前面加一个锚点叫 top，OK，、okay, 所以第二个部分怎么做呢？我们首先一样在这边按 enter， 按 enter 就强迫换行哈，然后呢再把那个 map 这张图档放到这边来，那放在这边你可以用插入图片从档案哦，或者是说你拖拉过来也可以放开。那他会问你说呢，替代文字叫什么呢？那他题目有要求是欢迎光临，所以你把这个欢迎光临。把它打上去，哦，那将来这个游标放上去，它会出现欢迎光临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在图片的前方，就是这边插入一个什么呢？锚点，特别是要命名锚点，哦，那名称叫什么？叫 tab，哦，所以输入那个 tab， OK。那所谓的命名锚点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将来哈，如果网页往下移动，它如果要跑到上面，也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过那种网页，它可以跳下去，然后也可以跳上来，它在同一个网页上上下移动的话，那就可以借由什么命名锚点帮我实现好，这个地方。那所以我们这边也加了一个插入什么呢？命名锚点，那名称的话就 top 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了第二个项目了好，所以加入一个图，然后前面加上一个命名锚点，再来的话呢，利用什么四个红点好，增加四个红，在四个红点上面呢，加上所谓的那个超连结，连结到井 A 一直到井 D， 那替代文字呢，分别是绿岛机场、南寮渔港等等的。那这个地方怎么做哈？第一个点选这张图，第二个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就是说呢，请各位看一下哈，这个点这个图之后，下方的那个这个面板，它会改成类似像这样子的属性。那底下这边会有一个圈圈哦，请你利用这个圈圈呢，在南寮渔港这边把它框起来，做什么呢？连接到井 A， 这个是井 B， 井 C， 井 D， 应该是这样的顺序哦。你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。那怎么做哦？特别注意哦，先点一下这个圈圈，连接这边哈、哦、圈把它框起来，它会出现呢替代文字，好、哦、按确定一下。那特别注意哦，替代文字的话呢，你就输入什么绿岛机场，然后目标啊、这个连结的话呢，输入井 A， 好、啊，这边有个井 A，OK，、OK, 这样就完成了。啊，目标的话呢就不动它，就是主要是这个替代跟那个连结哈、哦。那输入完毕之后的话呢，那就换下一个，总共会有四个了，所以你就等一下做四次。刚刚没有 ，OK， 好，做完之后的话呢，再点一下这个图一下，哦，一样再点啊，再圈一下下一个，那一样的方式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边改成井 B， 这边井 B 哈，然后呢，这边就输入什么南寮渔港，那总共会有四个，就要做四次。
那你想说这要做什么呢？基本上，待会呢，我们点击它，它会跳到这个网页的下方。那等一下下方呢，会需要有那个，总共会有四个网页，可以让我们怎么做连接。那你可以发现呢，在 data 里面呢，会有，也是一样的哈，绿岛机场一直到朝日温泉，可以让我们跳到底下去。OK， 那请各位好，先试一下，把这边先完成好了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再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是用圈圈哈、哦、拉一个，然后这个是井 A 绿岛机场 B 啦，啊这个是 C， 这个是 D，OK、OK, 啊就是一个一个顺啊，替代文字的话哈、哦，就是上面自己再根据上面的文字打上去。好了，这样的话完成我们第三、第四的话就是什么，将 ID 为 content 的那个表格啦，修改底下这个一到 A 到 D 啦哈。那里面的话它有四列，四列就横向的，那也就是说上面有四个景点，底下也会有四个景点，那实际上做完就类似像这样的，按下这个有没有，它会有一只手，好，然后点它的时候呢会跳到绿岛机场，回导览图上面有个 top 的锚点，按下去又回来了，有没有，跳上跳下有没有，点海生坪有没有，这边就有了，回导览图诶有没有，但实际上呢，它是在同一个网页去移动而已，并没有跳到别的网页啦，所以这个是所谓的锚点、哦、那我们刚刚是做一个超连结，那底下这个是一个表格哦，哦那这个表格基本上呢，它的那个总共就是往下的话就是会有四列，横向的一二三四四列，然后呢它的宽度就是600。间距的话就10了，所以题目里面有讲，那我们必须把这个给做出来，那要怎么做出了这个效果呢，总共会有 A 到 D 间距为10，至中对齐，那做法上特别是一，请你找到底下这边有一个表格，那把游标先放在这个表格的中间，二的话呢请各位注意一下，有个关键的地方，你游标放进来之后的话，请你往下哦看一下，有个机关在这里table 井 content， 意思就是说呢，你要选取的是那一个表格、哦、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地方不太好选，最容易做错在这里，请你点击它，那点击这个 table 井、哦、的话就是它的那个 ID 啦，它的名称叫做 content， 那你把它选取之后请各位注意一下哦，下方的那个属性的面板就会改变了，就会选到它几列，预设是一列，那我因为要放四列的资料，所以请你把这个列给改成四，然后 移开来，栏还是一栏，第二个宽度的话呢要600，那现在是200，太窄了，600移开来，你会发现现在变600了，第三要至中，因为要偏左边嘛，所以对齐，你把它改成至中，哎，至中，再来哈、哦，那个格子太小，所以怎么样，间距预设是50，也是这边到上面哈、哦，这个线到上面呢是50啦，所以你把它调小一点，10就好了，移开，哎 ，OK， 好，那你会发现那个间距缩小了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总共会有有四列了哈、哦，那这个四列哦，记得哦，在这个小框框里面，那里面的字从哪边来呢？请你找到在我们的网站里面呢有一个 data。请你把这个绿岛机场一直到结束有没有这一段 Ctrl C， 然后呢直接贴到第一个储存格里面把它贴上，然后一样的方式啦，总共会有四段，所以呢你就需要 Ctrl C Ctrl V 总共会需要做四次，分别把我们需要的文字放上去，那也就将来如果你要做那个网页的之前建议一样啊，先把那个文字素材跟图片素材先收集好，那以后的话你就分别把它放上去，这样的话你的网页就会按照你要放的效果放上去了， OK， 那我们就把它存档一下，这个部分的话呢当然我们等一下需要怎么让它往下跳，跳到哪里呢，跳到绿岛机场，那怎么样让它跳到绿岛机场底下这边有讲第五哈，开启这个档，然后呢，分别呢哈，加入那个锚点，锚点部分的话，怎么加啊？特别注意，它是说，请你在每个标题的前面，特别注意标题哈，绿岛机场，
这个有没有绿岛讲前面的位置哈，插入一个什么命名锚点。那这边的话呢，请你给它一个名称叫 A 就可以了。啊，特别注意哦，上面是井，哎，多一个井，井是连接的意思，连接到 A， 所以哦不要搞混哦，因为之前同学甚至有做颠倒的，上面没有井，就按一下，哎，奇怪，怎么跳不下来？上面是有井 A， 下面的话锚点就是 A，OK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刚刚我们有做了一个什么？这边有个 top 有没有 ？top 加的时候是只有加 top， 那你将来如果要连上去，就是井 top 就跳上去了哦。这个观念如果你清楚的话，以后要做这个应该就很简单了。所以一样插入命名锚点，那这个就 B 了哈、哦，以此类推。所以总共的话呢，我们这边会有，总共会有四个命名锚点啊、哦，所以 A B C D 啊，以此类推，那就分别把这些呢通通给加上去。那我们就完成这个命名锚点的部分啊。那再来的话就是把图加上啊，特别说刚刚比较重要是这个啦，选取哦，这个表格我发现最容易做错，选它四列，宽的话是600啊，然后记得是字中，间距的话呢是10，所以1234四个动作啊，然后并且加上什么命名锚点。那这样子实际上呢你可以做测试啦，如果说你做完之后呢，你在 IE 里面预览一下，理论上应该点这个它会跳下来，但是没办法跳上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需要连到上面的一个那个连结还没做，所以请各位先做到这里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